智慧型手机、电脑、电视、压力、营养不均衡、不良饮食习惯、不良的生活习惯、暗淡、酸涩、疲劳接踵而来，加上营养摄取不足时，将影响您的健康。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，需要额外补充。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，爱多美叶黄素胶囊含有叶黄素及维生素 A。 山桑子、月菊、蓝莓、黑醋栗、接骨木莓、野樱莓等多种花青素成分，雾里看花的银发族，经常在夜间驾驶的人，长时间使用电脑的人，经常看电视的人，维持明亮健康的好帮手，爱多美叶黄素胶囊。